越南首都河内的街头现在满满都是猫咪的装饰，形态各异，有的巨型雕像做得栩栩如生。走进当地的年货大街，一眼望去也都是猫春联、招财猫等饰品。 越南首都河内的街头现在满满都是猫咪的装饰，形态各异，有的巨型雕像做得栩栩如生。走进当地的年货大街，一眼望去也都是猫春联、招财猫等饰品。当亚洲各国都迎接兔年报道，但越南却是唯一庆祝猫年的国家。属兔的民众来到越南，生肖就会自动变成属猫。但为什么会有猫无兔目前众说纷纭？有人说，因为汉字卯字和越南语的猫发音相似，因此兔卯年就被误当成了猫年。还有一种说法是十二生肖当年传入越南的时候，越南还没有兔子这种动物，越南人只好以猫代替兔子。也有人说，越南古时候鼠患严重，猫是抓鼠的小帮手，越南人将猫视为吉祥物，所以十二生肖当然也少不了它。也有人指出，十二生肖蛇排在笼之后，并将蛇昵称为小龙，老虎之后跟着猫，似乎更具逻辑，因为老虎通常被叫
新生儿诞生。尽管越南在十二生肖力挺喵星人，但根据越南的习俗，春节期间不可以送猫给朋友，民众外出拜年也很忌讳遇到猫，生怕损及未来一年的运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的成分呢是维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它呢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呢，它是还原成水的，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对儿童都没有影响。重要的是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好几百次都没有问题哦。很好奇在哪里买吧，直接上快点购。